这其实是算世界奇观了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是世界唯三的海底温泉。海底温泉，你如果浪大一点点呢，或者是说到涨潮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是泡在这个在海底里面，海会打上来。它其实只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日本九州啦，然后跟意大利的西西里岛，然后还有我们台湾的绿岛，好不好？不行吧？而且呢，它基本上它是融入到那个地底里面，然后再用地热再起来，所以它没有什么硫磺的味道。对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从海底就是真的有那个冒泡泡，对不对？温水。而且其实呢，在疫情中其实没有开放的，那它今天算是特别给我们。正常呢，现在就是在上面那一区，但我觉得这样是最棒，因为它是基本上就是快要纯天然的方式。最原始的，而且里面都有鱼哦，漂亮。而且你看这边看过去，真的有那种夏威夷感觉，有没有？好爽哦！哦，哎，它的温泉很棒，就是。完全几乎都没有什么硫磺的味道哈，这个就是现代的，这个是现代版的那个温泉，可是也很舒服哎，因为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更多面的。现在不是流行无边际泳池，对，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了。然后外面那边也很漂亮，但里面这边现在主要是在干嘛？完美啊，要压脚背，你好专业，腰脚背，最近。好了，真的了。消防员，来，三二一，打！哇，我血管要爆炸了！来哦，等，来。真的是很奇怪哎，我觉得在绿岛，他们店家是不一定想要让人家知道，因为我们每次都会找不到地方哎，都很隐秘。马路上，你看那个招牌在哪里？太小吧，慢慢在这，慢慢在这啦。它比的是一个丛林哎，这真的是一间店吗？啊，还有卖小饰品呢，对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哎。这里的啊，酷哎，哇，别有洞天哎，真的，好酷，好像秘密基地。对啊，哈喽，怎么称呼你呢？蓝蓝，这边开多久了？两年多。两年多。这边都是旧店。哦，这是以前的哦，旧的。哦。然后再改装一下。改装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因为它其实很丛林风的感觉。自己手工，而且你送餐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跨过来跨过去？是啊，真的。跨过来都是这样子。真的。有啊，你好轻巧哦！哎，营业中应该叫我去。你出来，好优雅。OK， 有没有？你是说这个？干杯！为什么？我这个是那个泰式奶茶，它是另外给了一杯现加的，直接冲下去。它很酷，还以为是绿挂式咖啡。对，它上面有点像是绿挂式咖啡。因为它这里都还有放茶叶，应该就会让那个茶的味道超浓。而且下面它不是牛奶，它有点奶霜哎。哦，水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边吃边喝起来了。好的，越
四鸡腿冷面。鸡腿上面的好大，用这样的方式其实蛮适合在绿岛的哈，因为绿岛本来就很海岛风。那我就先来了，来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它又有冰镇，所以它很 Q 弹，而且你整个吃起来就非常开胃，很爽口。嗯，它就是做那种米线是比较滑顺的感觉，因为鸡肉本来就有一个柠檬汁味很大，对，它整体的调味很像是用整个柠檬汁去做基底，然后可能加一点点鱼露，加一点点咸味，它整体的那个口感都是酸爽的。但是因为它那个肉选择用炸的，我觉得超聪明，因为真的会觉得鸡肉的油分又渗到面里面，所以帮面又多添加了一个风味，它两个搭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又清爽，可是饱口度又够，好爽，肉跟那个面超搭的，炸的好爽哦，肉外面的皮好酥好酥，然后有一点点。比较有调味过，嗯，干脆就有味道。然后是刚刚有看到上面撒了一点蒜啊，还有葱，就增加它那个风味，好吃，很 juicy 的。来来来，最后我们来切一下这个。这好像是哦。老人与海 是早安与海，早安与海不是老人与海啊！我在讲早安你好，中间这是烘蛋，然后这边是炸鱼薯条，下面有它的那个薯泥。它说是烘蛋呢，它好像那个咸派或者是哪类，是长这样子。哇！打开里面好像蒸蛋的感觉。蒸蛋，对对对对。嗯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这是什么香芹？这是蛇香吗？外面很酥，应该有，就烤得很酥很酥，然后咬到里面的时候，那个蛋是超级绵绵，松，很有空气感的那种，然后用那个 cheese 跟那个培根的咸度来撑，好吃哎，很像猪皮浓汤，对啊对啊对啊，那一层它就微微的 cheese 香，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培根的烟熏味也好浓，好舒服哦，烘蛋好吃哎，好吃，好吃，炸鱼。炸这个，fresh， 你刚说 fresh， fresh 是新鲜的， fresh 是新鲜的。我还没想说，就给他带过去。那个 fresh fish 可以吗？新鲜的鱼。对对对。这个真的是 fresh 哦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而且上面撒的那个酱，我以为是那个黄芥末那种，可它有一加一点点蜂蜜，所以带甜味，所以它就会叫做蜂蜜芥末酱。我现在有一点点不自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好我以前那个唱片公司的同事在后面一直偷听我讲话，我很怕我自己太浮夸的时候被他听到。他现在整个偶包的，对对对，包啊。上面公司在唱啊，有没有饼干盒先打一下盖子，盖子喜饼的那个。哎，我要吃这个蜂蜜芥末酱的。回来啊，刚刚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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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了，太回去了啦。它鱼就是那种多绿鱼啊，多绿，没有比较嫩的那种，比较嫩的。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它的面衣整个把那个鱼香味都锁在里面。多绿鱼吃起来它比较有软嫩的那种口感。我加他们的马铃薯泥一起吃。嗯，等一下，薯泥好好吃哦。那薯泥软到很像就是很轻的奶油在上面，真的，嗯，是那种很绵密，高级牛排店旁边附的那种薯泥，很细软，但它的调味是比较甜一点，就是很像是马铃薯自己的甜的那一种。可是它跟那个鱼搭在一起超搭，而且我觉得它鱼有刻意就是让它的皮的那个脆感比较明显，你咬到里面就会觉得里面特别软嫩，我觉得是搭起来是很赞的。嗯，来，我们还有一道。甜点，甜点，最后甜点，芋头红豆奶油酥，芋头红豆，因为红豆跟芋头混在一起，那个口感很像嘛，所以那个味道也是一开始是我吃到芋头还是红豆，就混到也不知道我在吃什么。然后外面的是很薄薄一层的，就是脆脆的那种，然后撒了那个炼乳吧，应该是撒炼乳的关系，就变成还有点点香香的，好吃哎，而且先称赞它的那个旁外面的饼皮，它比较像我们那种葱油饼那种感觉，饼皮，但它芋头跟红豆是确实是整个是交缠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嗯，我前面会怀疑耶，有一点，因为前面它有一点是芋头味来一下，红豆味再来一下，那我觉得皮非常优秀，它外面把它煎到超级焦脆，而且红豆跟炼乳本来就很搭，就它的甜味有两种，但我觉得它整体吃起来你不会到觉得哦超级甜腻。生乳酪，生乳酪，生乳酪，哦这么松哦。怎么会？加油！刚刚那个停顿是什么？
应该是吃过最轻、最有空气感、最松的生乳酪，整个都是空气，你像鲜奶油一样、奶泡一样，真的很轻很轻，然后有带一点点柑橘类的那种香气，所以整个吃起来是很爽口的、清爽的，真的像奶油，它味道是吃到重乳酪的味道没错，可是它整体质地轻到像。像那种非常轻，像生乳卷里面奶油的那一种口感，你就觉得很神奇，它像分子料理，因为它的味道明明就是重乳酪的味道，但口感却这么轻。他们是从料理到甜点，全部都是一定会让你是轻松的结尾，让你可以一直吃下一道。对对，你看人家绿岛的服装，好啦，整集都在抨击我的服装。我们在绿岛不是吃就是喝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来哪里？哪里？这个是一个酒吧，但是它做的很像露营区，很可爱。它等于每个人都自己的小包厢上。对，是哎，这个车子，是一个客厅，是一个可爱，也是一个座位区哦。来坐一下车这样，你很像是顺便在等我们过来，可以弄一台这个露营车了啦。老板 ，Hello。小美，小美，我名字叫君祥。那这个酒吧是新开的吗？其实我们从2018七月开始开的，应该快现在大概快四年了。当初会想要用这样的是，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舒服的环境，然后我们喝酒不会跟聊天的时候不会跟别桌对到眼。哦。然后加上你可以不对到眼啊，很容易啊，你就是还有在看我吗？有在看我吗？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然后刚好露营风也很红嘛，对对对。然后刚好在小岛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这个风格。还蛮喜欢的，就这样。而且你喜欢搭小帐篷，不喜欢搭大帐篷。没错，太大会怕。等一下哦，我的这个要好像要潜水哦，潜水，很可爱，来去吧，下潜，哦，有有有有，泡泡了，哎，就是我们潜水的时候吐泡泡，对对对对对，它在呼吸，没有，它一直在吐气而已，在吐气，这口气好，喝看看啊，很可爱，对啊，汽水的感觉吗？它有一点类似像江边汽水那种感觉。哦，这个蛮搭哦。它是用威士忌。威士忌，对，它威士忌跟美酒。哦，美酒。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加美酒，然后加水蜜桃香精。哦，你说美酒就有点油，突然这样子讲起来，对对对，味道。它那个我们没有加任何柠檬。所以那个酸是梅子的酸味哦，对对对对，它的梅子的酸味跟那个威士忌去作用的时候，它就有那个香味跑出来哦。来，先来梅感动，真的绿岛恋曲啊，这个呢是白色蓝。哦，莱姆酒，莱姆酒，对对对，它的酸味是因为莱姆酒吗？不是，它的酸味是加了一点点黄汁跟蔓越莓果汁。哦，哎，这个不讲是酒会忘，不知道。哦，是哦。但是像草莓牛奶，它的酒味在非常非常的后面，然后它感觉很像除了草莓以外，好像微微加了一点玫瑰花的香气。嗯哦，玫瑰花香，所以真的超级少女。草莓优酪乳，好像两杯都是喝不太出来那个酒的那个基底是什么，就是混得很好。好，这个是叫什么？老板让你，老板让你，老板让你舒服，舒服舒服。
很像果汁，感觉对身体很好。应该要多喝一点，真的，这种饮料应该要多喝一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很爽，很爽吗？很像果汁，没有罪恶感，感觉我做好事一样。真的，做好事。你整个把那个内容拉好长。真的，身体感觉很好。你看比越喝越健康，特别有力。而且你在靠近的时候，因为它刚好又用芹菜，靠近它的时候，它有那个芹菜味，你会更增添它那种蔬果香的感觉。对，那还有最后一个，好，他们来来来，最最厉害，太荒谬了！怎么了吗？这很可爱耶，这个很像那个啦，就是脖子很长的人呐。对啊，拿进桌子，跪着，跪着，跪着，好，一下，你看这样。你挡什么挡哦？哎哎，没有，你刚刚喝干了。嗯，这是奶茶。我现在一口喝进啊，后面酒在后面，一开始喝的完全是太奶的味道，然后是它甚至入到你喉咙之后，是舌头上流着酒的香气，也很好喝的，真的好喝，是好喝。好，让我喝看看。被羞辱的感觉。所以泰式奶茶还是好喝的泰式奶茶，好喝哦。其实这一杯很好喝哎。对啊，因为它那个泰式奶茶，它那个茶味其实蛮浓郁的。那个茶味跟它那个酒精的那个香味，其实作用的非常的好。好，想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太快了！哎，好喝哎，这个好好喝哦，真的很好喝，而且这样子一口干掉也不觉得很负担，就是它的那个酒是。一点点让你舒服的，哎，好好喝，续杯。第一百集送给大家，也是给自己，给我们彼此的鼓励啊。对，因为算是给我们所有人一起放松一下，难得大家一起这样出来玩。对啊，辛苦了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对对对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百集，真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往下一个一百集，好哎，好，加油，辛苦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威风啦！恭喜时尚玩家 YouTube 频道订阅超过50万了，感谢各位时尚热血粉的支持。时尚玩家会持续介绍更多好吃好玩的，另外玩路主这版也会推出全新计划。有关于以往的内容，你是不是很期待啊？赶快按右下角订阅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哦！按下去啦，起来啦！